色名又回来了，色名又回来了。好，请入画。啊，多谢晒，多谢晒，欢乐时光过得特别快。然后又说法语，我也听不懂，你说啥玩意儿？然后今天啊，超哥送我这本书，我真的超级喜欢。然后超哥在这两个月照顾我，而且在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之下，就是一起罐了是吗？对，咱俩一块罐了。我已经很久没跟大家说过这句话了，因为健康才会好看，健康好看，然后一定要健康。超哥这两个月照顾我，照顾得特别的好，然后吃的也很健康啊，但是很遗憾，因为罐儿，因为罐儿了，所以得多喝小麦细水。不，别扯那些没的。是因为罐儿了之后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持续我们的运动。生命在运动，生命一定不是在于静止的。吃什么真的很重要，我这个是发自肺腑的。这两个月里边，他给我吃的东西还是很非常的健康。我给你吃的非常健康，你自己吃的非常不健康。我还好吧，我没事，也就点上麦当劳、一两次，没事。欺骗他。但是最重要的，我想说的是，每个人他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特别适合的运动的一个方式。对。我这两个月里边，我找到了一个我特别适合我自己的运动方式，就爬楼梯，我非常开心。一天100多层。一百多层。两次。那就是200多层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就是，希望大家好好吃饭，好好锻炼，身体健康，因为你健康才会好看。好，好，健康才会好看。夏园回来了，夏园回来。做完这顿早餐，就要和最熟悉的陌生人各奔东西了。再见了，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哎呦我去！走吧，一路顺风。等他忙完了，我们约好了回了北京一块儿去吃好吃的卤煮。